华。小妹妹，哎，帅哥哥，我们两个人唱的是不是有点太歪了？没有啊。哇，这什么铁耙子？这是你挠痒用的吧？是不是？皮球橡胶笔马来花。这个七八十八九十九，你们老这些鸟，他们个谁越赞成点头。三个小问题，答对我们有奖送上。万紫千红春满园，让我们在文华姐国学歌曲的传唱当中来感受传统文化的芬芳。千色遥知中国遥知，喜酒喜宴学歌唱，喜事喜糖，填满我的脸庞。捧一束鲜花，为咱的生活操心。盛典，欢迎各位。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著名的歌唱家于文华。嗯，哎，顾斌，这一开始啊，我要先给他一道难题，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于文华。其实平时我们都很少称呼叫于文华哈，都叫姐哈。对。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用歌声在绣花。你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不仅听到了他如花一般美妙的歌声，同时也在感受着他那种善良质朴的性格。怎么样，文华姐，这个评价？我太高兴了，因为还是觉得这个弟弟比较了解这个姐姐，当然你这妹妹更加了解。对，妹妹给你准备了更多的花，因为我觉得顾斌刚才这个绣花这个提炼得非常好。嗯，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在于文华的歌声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花样年华。今天这个节目很特别，各位看，在我们的采访区呢放了花瓶，一会儿呢会由神秘嘉宾每个人送上一种花来谈一谈于文华的花样年华。嗯，那这第一位是谁呢？很期待，让我们掌声有请他登场。有请。
斌，您瞧瞧这位快递员不错啊，保持了我们以前旧时邮递员的风采，背着个绿包就上。你们两个人是说好的是吧？穿的情侣装是吗？两个人。对呀、啊，一身蓝色。我俩更像搭档啊！我倒觉得我应该站到这边，这个主角倒让位了。哎，我想问问朱之文，咱这也太抠了吧？说今天送给这个女主角于文华鲜花、啊，咱不能说到村口路边上踩点就拿过来了。这是什么花，朱主任？这个花呢，在我们农村呢都叫野菊花。野菊花，哎，一分钱没掏是捡来的，这个对对，捡来的，采来的，对对，采来的。虽然它是一分钱没有掏，采来的呢，这个花呢，在我们农村遍地都是。你像小河沟啊，路边呀、啊。这个花呢，不管这个天多冷多热，它一年四季都在开着这个小花，生命力特别顽强。这束花呢，我想送给于老师。因为于老师这束花呢，也跟这花是一样，特别坚强。哎呀，谢谢朱之文，谢谢谢谢。哎，我发现啊。朱大哥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对的，是的，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可是他的这种顽强的这种生命力，特别会讨女孩子欢心。而且他们家一定是住在昆明四季如春。是啊，我都在想，聊好不好？我把它养到水里吧。好好好，让它一年四季都开花。有请，谢谢。那今天我觉得刚才我说了，说朱之文这个打扮很特殊啊，这一身中装。配了个这个斜挎的军挎包，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不，你说说你那个包里大概是有什么东西吧？可能藏什么宝贝了是吧？没有什么宝贝，这就是我。你要是说不算宝贝的，在我们那个小时候，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好宝贝。特别特别有价值的好宝贝，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看看吗？我很期待，你这个藏的紧，又不是你家存折。刚才上场的时候一直搂着不让，就怕是是是。哇，这什么铁耙子？这是你挠痒用的吧？是不是？这不是挠痒，你以为老头乐呢？这皮筋儿啊？这是不听话媳妇儿打他用的。哎，这什么瓶盖？哎呦，这是什么？这玩的咱们这羊骨头、铅笔，叫拐了是吧？哎，橡皮。还有吗？还有吗？别抖了，别抖了。我知道了，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0块钱哈。哎，我想问问、啊，你这是送我的礼物吗？这是送您的于老师您的礼物。哎呀，真好，谢谢。我都没法说他了，我说怎么朱之文抠门啊？这瓶盖这什么意思啊？铅笔、橡皮。这个瓶盖吧，这是过去我们的农村的孩子呢，没有钱买不起玩具，捡那个瓶盖呀、啊。你看盖个小轮子是一样，有时候在那个穿个贴丝啊，在那当个小轱辘子玩。再不然呢，就是没钱花了，捡那瓶盖啊，就是卖点零花钱。这个叫羊拐。对，这应该是女孩子玩的。男孩子也会玩吗？哎，对了，我先问问。来，朱之文，我先问问这个于文华。刚才他谈到了一点，说小的时候经常会去捡一些瓶盖啊，然后换一些零用钱。在你的小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吗？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朱之文还是很了解我的这种感觉的。嗯，因为像这个野菊花呢，的确是在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村间田头路边到处都是野菊花，而且我是。不是拿来就是像他来送我这样的感觉是欣赏，我也是欣赏，但是我更多的还要去采这个花朵。采了以后呢，我会放到那个阳台上呢，就会叫窗台上吧，然后晾干以后会到这个叫收购站的地方，我会去卖掉。因为这个野菊花它是一味中药。然后就卖掉以后呢，就是换一些零钱，比如说像这里的铅笔呀、橡皮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家里的一些经济负担。我之前听您说过，因为对朱之文有知遇之恩嘛，因为您说当初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感受，都在农村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经历。那我想问问您，可能这些道具勾起了您的一些童年的回忆，您的童年是不是并不是很富裕，甚至有一些贫苦？对，应该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家就离县城不是很远，然后我经常是早上起来呢，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起床以后呢，拿着一个小篮子，挎着一个小篮子，拿着一个这个，
然后就到那个城里面嘛，我在城外住，城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机关或者是一些在机关住的人员，我们都要跑到机关大院里去干嘛呢？去捡煤糊。那这个煤糊是要拿这个刀着捡的，在那个煤灰里。其实小的时候呢，捡煤糊并不觉得很有多苦，只是觉得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捡了煤糊呢家里就不会去花钱，因为没那么多钱去买煤。那捡完煤糊以后就是为了家里取暖用。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冬天很冷嘛，然后就是特别希望有一种赶上人家，比如说头天把煤封住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掏了第一包煤灰，有煤灰有煤糊，然后呢把这一会儿都倒掉，那个时候还冒着热乎气儿呢。那让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哎呀，刚刚是新刚到的，还冒着热乎气儿的时候，把两个小手就插在那个煤里，先暖一会儿手，再去捡。这个是我最幸福的时刻，那会儿很温暖。一个很小的瞬间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那换来的零用钱呢，来之不易。那这其中除了帮贴家用之外，会有给自己留一部分吗？基本上都买像这样的铅笔，像这种铅笔呢，朱朱文带的你这太高级了，我买不起。这都现在二 B 铅笔，现在没有这种铅笔。那这个时候的铅笔大概应该是五六分吧，我记不得了哈。当时那个都是属于没有不刷漆的，就纯木色的笔。那个时候是三分钱两根，我们都换那种笔，而且笔用到最后剩这么一点儿的时候，会把它剥开，然后呢，插到一个像秸秆一样的那么长，插到那儿再接着用，用完才能扔掉。其实童年不仅有清苦，当然也有快乐的回忆。对，比如说朱之文在你的带来的这些物品当中有两样，我相信是和你们童年的时候的快乐是相关的。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一倒出来的时候呢，文化大姐就说了，认出来那个叫羊拐，这个应该是小时候女孩子玩的东西。对呀、啊，朱之文你会玩吗？我会一点。你比如说啊，它是这样的，撒开。应该抓两个。你这是会一点啊？应该抓两个。你这是一点不会啊？它这个太滑了。对。哎呦，你好，行，朱之文从小都不上课，上课就开始玩羊拐，你知道吗？而且是要抓两个一样的才对。文华姐给我们演示一下。来，演示一下，是这样的。哎呀，太矮了。好，三个一起。对，这样。哎，所以那个时候玩这个东西是我们小女孩是最爱玩的，而且也只有除了玩泥巴以外，也就是这种东西玩了。哎，你知道为什么？太滑。对，为什么？对，你别找理由了。朱之文为什么说他会一点？那都是小时候他看他心中暗恋的对象在玩。没有，小时候老是跟女孩在一起玩，是不是跟那个经常玩啊？不，我小时候哪那么小，光那跟小女孩在一块玩，那个鼻涕的耷拉那么长呢，小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玩不玩呢。哎，刚才朱之文玩羊拐玩的不行，那接下来我要考你一样，考，同样是小时候你看着女孩子玩的一样，不仅考你，也考顾斌，好不好？好，就是跳皮筋儿，怎么样？跳皮筋儿。我们场下的观众朋友有会跳皮筋儿的吗？哎呀，我一会儿后面有阿姨们。这个我估计南北方玩法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们那是怎么玩的。我们先看看我们北方的玩法，好不好？来，有请。好，我试试南方跳法哈。好，是这样的哈，一，是吧？这样，跳过来。没滑，他要滑过来，然后再是踩住这个就算通关了，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玩法，还有一个应该有这个歌谣和口诀，对吧？如橡胶梨，马兰花开21、256、257、28、29、31。这是澳门玩法，大姐。那时候玩的就是这样的。您是来自哪儿的？我是来自山东的。山东的一位阿姨。刚好。朱之文老乡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口诀？我们这那个男的小男孩不玩这个东西。那你听你们家的小女孩都怎么唱这口诀？他是咋呢？我没见过咋呢？一米二米三，三两三，三两红。你这不是跳皮筋啊？你这怎么用脚弹棉花似的？跟问题你刚才有点问题了。问题刚才这个嘴里在叨念什么呢？没听清。他是这样的。你再叨念一遍，刚才嘴里叨念的是。他是一米二米三，三加三，三面红旗跳过去了。是是是。好好
啊，现场的观众相信是朱之文现场胡编的，请举手。怎么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来，我们看看龙华姐。喂喂，是这样的，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小朋友踢呀踢马兰花，马兰开花二十一，嗯，踢呀踢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是跳花式的是吧？待会儿我先跳，然后朱之文再跳，行吗？咱俩比赛吧。好的好的，看谁跳得多。刚才他已经来了一段乱跳情，乱跳情。那你看看我怎么跳，然后你再学。预备，预备，起。小皮球，橡胶梨，马兰花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四五六，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五五六，五五七，五八五九一百一。上课喽！最后一个，上课喽！好，最后一个我没说完，算算我到六停了。朱文能跳几个？我还没看明白呢，现在。朱之文说：“我的脑子一直在马兰开花二十一。”朱之文，试一试，好了。哎，那朱之文难度得提高，再松一点点。那个，我们两位阿姨，我们要提得高一点，好不好？哎，对对对对。对，阿姨。阿姨到腰部。对，阿姨，我觉得到颈部比较合适跳朱之文。哎，你们觉得呢？哎，顾斌，你不知道吗？那个文华姐，我们小时候跳皮筋就是这样，高度一节一节提高，对对对对，往上升，往上升，来提升高度。要不然我帮朱之文拿手拿着，不行，这绝对不行，不公平。所以为什么他弄那么低，我弄那么高？朱之文，你是长腿的帅哥，你长腿，哎，好好好，我们文华跳的是初级的啊，给您必须得从高级开始。我还初级还不会呢，没问题，你从高级直下直奔着特高，那好。哎，于老师哪个腿先跳呢？右腿，右腿。啊，右腿。您随意啊。小皮球，橡胶梨，马兰花开二十一。小皮球，橡胶梨，马兰花开二十一。哎，那个小皮球，橡胶梨和酒没关系。啊，小皮球。不是小啤酒，但如果你觉得小啤酒你会跳得更好，小啤酒也行。小啤酒啊，二十一啊，马兰开花五五五。好好。小皮球，橡胶的马来花。哎哎，李青啊，他这不是跳皮筋儿，他这简直是绑大闸蟹的。不是，其实是有这个动作的。嗯，应该是，马兰开花二十一，很花哨这个动作。关键是你能解开七。对呀，所以你他刚才学的是对的，只是他没学对的。对的呢，对，来来来来，干来一场。这个是天赋啊，这是。要不怎么说让你从高级开始呢？你都会创意了，我会创意。好嘞，来。哎，小，忘了词了。小皮球。小皮球二十一是吧？橡胶梨。橡胶梨。小皮球。橡胶梨。明白明白明白。啊！预备起，小皮球，橡胶泥，马兰开花二十一，您能动动屁股吗？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这种跳法，他们班的女生该多恨他。不是，关键再让他跳下去，观众朋友就打120了，这里有人该吃药了。今天二位在现场呢，也给我们合作一首歌曲，好不好？我别的歌我就不会，你还那个，我就会唱那个《绒花》。绒花，一首经典的名曲，是电影《小花》插曲。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还是离不开这个花，毕竟是说的余文华的《花样年华》嘛。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二位用歌声为我们带来这朵绒花。
铮铮银鼓。接下来这个嘉宾，哎呦，对，是他来了，真的，我得注意一下，因为这位嘉宾啊，往往说他七点到，怎么也得等到九点的时候才能见到他身影，所以你们俩先慢慢聊着，我得下去领你，不是，我得找找他，你得等我，你堵前门，我堵后门，都走了，我知道了，是什么人能让他们两个不愿意在这儿坐等吗？这样吧，我跟大家说吧，这位朋友呢，他不仅不靠谱，而且还特抠门儿。怎么说呢，我啊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来没有请过我们吃过一次饭，这不头几天嘛，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今儿有事儿嘛，没事我请俩吃饭，说行啊，去哪儿啊，去我家，我给你们俩坐着吃，那太好了，结果去了，到那儿以后，等这个菜一上桌，他那桌子满桌子都是素菜，一个荤心都没有，这请我们吃饭的呀，他也觉得不大好意思了，说哎，这样云华，我们家楼下呀有一个熟食店，你跟我下去看看，我说好啊，那我就跟他下去了，结果一到这个熟食店啊，你还别说，真齐全，什么酱肘子、酱牛肉啊，特别多。然后他这个朋友呢，他就先看这个标签，先看完一通价圈之后呢，哎，他就停留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呢，有炸鸡腿儿，炸鸡腿儿是按个卖的，不论斤。然后他就自言自语，哎，这个不错。要酱牛肉吧，他牙口不好，哎，这炸鸡腿挺好。然后他就自言自语的时候，就跟这个大姐说，就卖这个熟食大姐。大姐，眼睛都没离开那炸鸡腿，哎，大姐，你给我来俩那个炸鸡腿儿，
要大的啊！哎，你给我来俩那个鸡后腿哈、啊。哎呦呦，毕老爷。玉华，专门给你做一个节目啊，你不好这样说我呀。你说我能抠到这份上吗？我空空的，我还到这食堂去买鸡，还是饭馆买鸡？买鸡买俩后腿儿、啊，那个鸡压根就没后腿前腿就分明了。我今天知道了。尽管你对我不敬，但是我对你是非常尊重的。真好看，这花真好看。送给润华的一束鲜花，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这个好像是。杏花，它不就是杏花？那您为什么要送我杏花？包含了三种含义啊。哪三种？幸运。幸运。因为你啊，90年代初那会儿我们就听你歌，一直听到现在，在歌坛上你是幸运儿，当然要靠你的实力啊。还有一份幸福。幸福。哎呀，家庭美满，小孩我看了也非常可爱，美满的家庭，幸福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含义，幸运啊，不是啊，不啊，幸好。最后一个含义，幸好啊，幸好，幸好就不是你了，幸好是你我，幸好我今儿不在这，我就过来一趟就完了，我那儿录节目去啊，我就不跟你再扯了，好吧？那次一定跟大家聊一聊。不是，毕老爷，毕老爷，你这来了不能这就走啊，你来了得给大家唱个歌啊。唱啥歌？那个老毕的爱。啊！对吧？妹妹你多忐忑，哥哥不爱唱歌，疼疼爱情声荡悠悠。妹妹你多忐忑，哥哥不爱唱歌，疼疼爱情声荡悠悠。小妹妹我多忐忑，哥哥你在身后，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琴声上荡。妹妹你大胆地往那就多穿头，那就多穿头，那就莫回头，当有儿歌张开手。妹妹，你再给我，你不一头松。
余文华，我们两个人唱的是不是有点太歪了？没有啊，一句都没歪呀。那么我们就接着来。来呀。谢。哎，老毕，老毕，你着什么急呀、啊？路上慢点儿。哎，毕老师，就这么走了？就是啊，你看他每次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事。不是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俩一个东门、哎、一个西门都没拦住他。但张磊，我很关注老毕送的是什么花哦、嗯？他送花了吗？送了，你看，信里送的，杏花，杏花，对，挺漂亮的。他说什么寓意啊？哎，但我这不同意哈。啊，姐，你看这杏花一般都说什么呢？都说是娇小艳丽。嗯，但是果实有点苦，这是合适吗？果实苦，这毕老师说他为什么送杏花给您了吗？对啊，其实呢我也挺喜欢杏花的、嗯、因为杏花呢它开起来很白很清丽的、嗯、同时像刚刚顾斌讲，它开的花挺漂亮，结出来果呢青色的时候是很青色和酸涩的，嗯，但是结的果呢应该还是挺甜美的。对，应该说这个杏花呢很能代表我在艺校学习期间的那么一个生活状态。在艺校，是你多大的时候？已经十几岁吧，河北省艺术学校，我当年考到那儿以后、嗯、就开始学习评剧。哦，刚开始学的是戏曲。对，戏曲。嗯，学戏曲很苦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硬功夫童子功都要练习的。对，是这样的。那就是早上呢，因为我是一个生坯子，又是农村的孩子，只是嗓子好，然后呢又喜欢，然后就考到了艺校。嗯，但是考到艺校以后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压腿，比如说下腰。嗯，那我当时是把杆都抬不上去的，那老师就觉得哎呀这个落得太远了，因为我们同学有的后下腰一下去就能两个手抓到脚后跟，而我把杆都上不去，差得太远。那以至于老师呢就先不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两个同学，就是属于比较生、嗯、然后所以我就唱得好，嗓子好，然后这一方面确实挺差的。但是呢我就想，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要自立自强。然后我也没想什么，就是想既然我上了艺校，我要对得起父母对我的这份这种希望期望，一孩子老毕竟是农村的孩子嘛，家里并不富裕。嗯，那就每天4点多我就起床了。起来以后，我们当时学校是6点1刻起床，那我4点多起来就开始练功。等大家都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满身的汗了。也就是说，早起的鸟儿有食之。那时候你内心是非常要强的，对，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达到了别人可能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的那个程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真的听说余文华在艺校的时候、嗯，他的练习非常刻苦，而且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好像我记得有一次你受伤了。哦，对，还伤得挺严重的，但是你没跟老师请假，在继续的上课和练习。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小孩嘛都爱偷懒儿、嗯，就是说巴不得自己受一点小小伤的，那这样就可以跟老师请假，有理由不上课了。对，然后那次我是走抢背，一下把这个右臂然后就戳了，戳了胳膊，那会肿吧？右臂戳在地上，对，会肿、啊、就戳到垫子上、嗯，肿了，已经肿了好肿。然后我呢就不让老师看见，嗯，然后自己就这样，但他疼嘛。但是比如说在走圆场的时候，就自己反正这样端着走，老师一直都没有发现。后来都是到了大概有7、8天，基本上快好了。然后老师才知道，我有一天老师要有的时候我需要这个膀子需要用嘛，老师你怎么用不用劲儿，我才不好意思，我说老师，我说我戳了，我说我这胳膊戳了，老师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说没事儿，已经好了。所以就是说老师嘛很心疼孩子，他也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他就怕你严重了，他提前就会让你休息，直到好了再让你去复课。但是我怕耽误，本身我就什么都不行嘛，就是很落后的，那一定要自己要咬着牙也得坚持下来。所以包括像我们拿大饼，一拿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那从来我就没有提前掉下来过，都是老师反而都对我特别照顾。别人都在那儿噼里啪往下掉的时候，就我一直坚持。过了2天以后，老师说：“余文华先下来。”
就是说还是很沾光的，我觉得。所以对于艺校的老师来说，于文华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坚持、非常能吃苦的女孩子。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张特别难得这个于文华在艺校的一个学习时候的照片。嗯。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同时呢，我们和现场的朋友互动一下，来一个有奖问答。注意了啊，是有奖品的。来猜一猜，画面当中这些学员当中哪一个是于文华？来，我们请观众来看一下。现场朋友啊，猜出来可以举手。我们有奖品啊。哪位是？你可以说第几排，从哪边数的第几位？来，站起来，这位白衣服的观众朋友。第二排的第二个。稍等啊，稍等啊。第二排第二个。哪边？左边。做错的人要做五个俯卧撑哈。第二个是是。不是。是吗？不是。不是。来，这位。二排的，这一边是。就往右数的第二个是吧？对。第二排。眼力架太差了。来，那边的观众朋友。第四个就是。第一排第四哪个？从哪边数？穿白衣服那个。从哪边数？哪个？从那边第四个，一二三，第四个是吗？那边不对的，不对。来，下一位观众朋友。这，这位。连我都有点都不太认识了。这位。第几排？先说第几排。第一排。第一排从左侧往右数的第几位？第四位。第一排从左侧数第四位。是这个吗？你确定？是这个吗？回答正确，来，有请这位观众朋友，请上台。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来，今天我们于文华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来一起看看是什么。来，于文华国学唱歌集珍藏版唱片。哇，好漂亮。我们看到这边是，这里边是侧页夹页。那我想是用一个用我们声音的状态，用我们歌唱的形式来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大家能够记忆起来，不要忘了我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这位猜对的大姐啊。谢谢大姐，慧眼识珠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在艺校的时候。对。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对于于文华来说始终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是。对，它是我成长一种巨大的财富。所以我觉得毕老爷送杏花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杏花呢代表的它的花语就代表的一个人的少女的时代，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少女的时代。它的外表虽然是柔弱温柔，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坚强，敢于经历风雨的考验，这是要送给杏花的女孩子的话。所以其实说起来，毕老师跟于老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哈。当她开花之前，一定会经过那一段最青涩、淡淡的苦味的年岁，只要熬过之后，你看。如此的漂亮。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在艺校的生活，那是不是今天在现场也要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一段评剧，大家说对不对？好。好啊，挑一段吧。选哪段？那我就唱一段花为媒里最后一段最后一场洞房里夸月娥这一段，好吗？就是当时新凤霞老师最经典的一段。而且这一段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就是无可的夸月娥那种状态，一个女孩子的一种状态。这得扮上啊，扮上，一定要扮上。来，有请。好，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像衬罩樱桃，像狗咬死鱼，沉入竹子不保留。
山川本是好像山，大金边要把云儿靠，周围是万紫葡萄套，还有世界戴顿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子有点瘦，他整一整装抬了一抬手，稍微用劲透了一头袖，露出来十指天如笋，他那万字不连偶，人家生就一双灵巧的手啊，巧娘生的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福裙，捏白褶是云仙儿绣，俱都是锦绣抹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扣，五彩的丝绒绳儿又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秀，每天下还要比她丑，嫦娥见状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你们搂着见了她没个谁月赞上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少有，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好，听完了于文华唱了好听的评剧啊，刚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野菊花还有杏花来回顾了于文华的童年和少女的这种生活，那下面这位嘉宾他会献什么花呢？他又是谁呢？来，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咱这应该是桃花吧？没错。这您不会是要送桃花运给你？为什么送桃花？不能这么解释啊！我送这个桃花，我还是根据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你看于文华平时的性格啊，我觉得跟桃花很相似。你看他朴实无华，你细闻一闻，淡淡的幽香。对。我觉得于文华，你看平时他很低调。但是他一演唱一在舞台上，他完全展现了他的这个才艺，非常迷人。所以我就送他这束桃花。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您是舞台上第一次送女孩子花吧？对对对，谢谢。这也是第一次啊，于文华太荣幸了，太荣幸了。您觉得这花送的怎么样？太美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像杨老师说的那么好，不过我会像杨老师所讲的那样的方向去努力的。我相信这个不仅是花送的好，而且这个花的背后啊一定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来，杨老师两位这样慢慢聊吧。有请。好。那杨老师今天送的是桃花，如果让你比喻，你觉得桃花能形容你哪一段成长经历？桃花嘛，它是在盛夏季节，初春的时候呢是比较寒冷的季节，它含苞待放，非常的美丽。到盛夏季节呢又给人们带来这种甜美的果实。那我想这个桃花呢很恰当的能够比喻我在音乐学院学歌剧的时候那个状态，比较像。那时候已经从河北到北京来了。对，那个时候我已经考到了，应该考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歌剧班。对对。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学戏曲的，唱评剧的，对，突然要唱歌剧。杨老师，我觉得戏曲和歌剧是不是从发音和练习方法上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从戏曲改到唱歌还是有很大的矛盾的。嗯，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矛盾甚至。戏曲它有一个它的演唱的方法，对，它的吐字的方法，对，包括它的风格。如果像于文华从小学的这个是戏曲，对，一下子唱歌，很可能就把他戏曲的那些习惯带进了，对，不自觉的就带到演唱。因为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演员哈，学戏曲的，最后唱歌，就你怎么听他里头都改不了他那个戏曲味，都像戏歌啊。其实唱的也非常好，他也是一种风格了啊。但是于文华如果不说他学过评戏，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学戏曲的，听不出来。所以改的时候改的有多么的艰苦。是，正像杨老师所讲的，其实从戏曲改到声乐，
的确很难。我记得当时我在练声曲的时候，就是老师唱啊哈咪嘛这种的时候，在钢琴上，我的老师就咪唱。然后你呢？我没出声。咪，我没出声，还是再来一次。咪唱。我还是没出声。第三次，老师，你唱。这个时候我眼泪下来了，我哭了。出声对。就像老师说的，杨老师刚才讲非常难，我不习惯，我不会，就是找不到那个位置，找不到那感觉。那种戏曲已经融入到血液当中去了。戏曲是咿咿啊，就是它那种是一种喊嗓，那叫喊嗓，而不是练声曲。所以我当时哭得很委屈，我说老师。他说你为什么哭了？老师是个女的，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然后坐，来，你别的，咱俩聊聊天，你坐下，让我跟他坐琴凳上，他往这边扔，坐，孩子，走。你怎么回事啊？我说老师我不会啊，我说那你们原来你怎么练的呀？我就跟他讲，我是那样练，然后他就说啊，这节课就跟我谈心了，梳理我的这种心情嘛，梳理我，因为我上不了课了，一节课45分钟，好，下课了，第二节课的时候。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三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师也是很为难的，他都想办法想的都睡不着觉那种，他想了个办法，你喜欢唱什么歌啊？你会唱什么？那个时候我会唱那个《一条大河》，我的祖国。好，就唱这个，就从 C调开始，那一条大河，完了就升半个调。再升半，再唱一条大河，再升半个调，再升半个调。后来老师从这个一点一点，他是属于因材施教。然后他呢，就是从一点半个调，半个调，半个音阶开始给我升，这样唱，慢慢从那个戏曲的练声方式拽回到我们声乐的这种，声乐曲上。非常难。其实在学的过程当中，我想有时候其实一张白纸哈，比有符号的学习要容易一些。你有符号之后，你要把那个符号拿橡皮擦掉，然后再画上一个新的符号。对。而且你想，你考的是中国音乐学院，一所最高的院校，非常高的一个，我相信你的同学很优秀，所以竞争会超级激烈吧。对，所以说呢，就自己当时唱也不行，练声也不会，老师也很发愁，我也很发愁，最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那时候小录音机特别小，我还有一个小录音机，比如说我唱一条大河，哎，录一下，这样体力不行，我磨掉，再唱一条大河，还是不行，还是就这样的，不，我也记不清磨合多长时间了，我才把这个歌逐渐才改过。说实话，我到毕业的时候也没完全改好。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来改掉自己的，就是反反复复的去演唱自己的，对，自己找。这样吧，今天呢，我相信洪静老师没有特别认真的听过余文华唱歌剧时候的样子，我们先让他来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好啊、杨老师，来听一下，选一个选段吧。那我就唱《小二黑结婚》里的《清零零的水》，蓝盈盈的天。好的，好，来，有请。杨老师多指教，谢谢。一会儿杨老师会评价的。因为杨老师是歌剧专家呀。对，来，有请。我有点紧张。谢礼。
前生也等，后生也盼，站也站不定，我坐也坐不安，背站的爹娘来世一生非常好，您唱歌剧感受非常不一样。而且可能观众朋友发现了，和我们平时听的这首歌的演绎是不一样的。平时其实他演唱的是大家的演绎版，节奏要比这个快很多。对，而这个应该是歌剧版那一版的，非常不错唱的。因为我是在舞台上演了55年的歌剧了，嗯，我感觉演歌剧比唱一首歌要稍微难一些。虽然唱一首歌，他也要表达情绪、表达感情。嗯。但是这一个歌剧呢，它是里头有人物的。你像他这个人物，你看他在上面表演，你可以一下就把你带进去了。一个农村的一个少女，情窦初开，爱上了小二黑。你看那种羞涩的感觉，又是非常真心真意的在爱他。嗯。就给人感觉，哎呀，非常可爱这个女孩，真是感觉小二黑是太有福气了，被这样一个女孩。恨不得我们自己就化身成为小二黑哈。是。所以他这个演唱就是把你能带进这个人物里去。对。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嗯。作为歌剧演员就必须有这种本事，嗯，就能把这个歌剧里这个咏叹调表达出一个角色的内心的一个表白，把它完全展现给观众，能够把观众带到那个情绪里去，我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余文华有的时候形容他的歌声是用嗓子再来绣花，就是歌声不仅仅是乐音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他要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旋律来演绎这个人物的形象，演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歌剧演员来说是最难的。刚才有点遗憾，我们听这个余文华唱歌没有看他的这个歌剧当中的扮相，如果这样一条大辫子在扮上，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观众会拉到情景当中。没有遗憾，没有遗憾、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当年余文华在中国音乐学院
排练时候的照片，你们想不想看？剧照，非常珍贵，我们来看，还是没见过。来，杨老师评价一下啊，从形象上来看，哎呀，这是喜儿吧？杨白劳和喜儿，哭爹呢？杨白劳，这是几几年的时候？应该是1986年，1986年的时候。我想问问，这个演杨白劳的怎么那么像毕老爷？比毕老爷长得好看点儿。这话幸亏他走得早。对对对，他走了才敢说。我听说这个当年在学校里，余文华为了争取这个角色，也是一波三折，好像最早定的喜儿不是你。对，其实也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老师分配学生，哪个学生，因为老师他有一个整体安排，这个学生适合这个角色，那个学生适合这样，比如说金子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特点，喜儿是什么特点，那恰恰老师呢就是经过研究以后把我分到了演喜儿这一组。然后就开始对剧本。对剧本的时候，我是因为当时听着郭兰英老师那一版，就是喜儿哭爹这一场，我是听着那个郭兰英老师那一版，我真的听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枕巾嘛，学校枕巾湿了一大片，听一次哭一次，哭一次听一次，然后对剧本了，对剧本的时候，然后我还是哭，我真会哭，然后那哭到最后那个莫仁志都快哭了，等于是用眼泪打服了钱敏老师。是的，是的。然后莫仁志到现在，我们有时同学见面还说呢：“哎呀，你那喜儿当年弄得我的莫仁志差点都罢演不演了，实在受不了你。”人物情绪出现差错了，对，在那儿也痛哭流涕，就说他对戏也很困难。所以老师呢，后来我们钱敏老师找我主课老师说：“梁老师啊，您劝劝您这孩子，他真哭啊。”就感情用得太深了，太投入了。对，因为当时郭老师的那个唱简直是真的，你不哭都不行，一听他你肯定不由自主就流泪，所以这就是杨老师所说的歌剧演员他是要有人物在里头的。对，你听了多少遍？你有印象吗？是怎么听的？郭老师那版是吗？郭老师那版，郭兰英老师那一版我都记不清了。天天听，天天模仿，天天听，天天听，然后就包括他的那个，就是他唱以及他的那种道白，就是都要听。他哪个气口该讲什么样的话，这个气口是怎么讲的，都要去模仿。所以呢，我觉得我在歌剧上的启蒙老师应该算是郭兰英老师。所以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哈，一定要投入才会出现这个人物的精彩的华章。那今天在现场，我想是不是让两位一起来演唱这段经典的《北风吹》好不好？我希望哈，于老师，你可以把我们的杨老师给唱哭了，唱哭了。但是这一场是高兴的，要是说要唱的话，我觉得唱哭爹可能唱不了了。我估计唱《北风吹》《扎红藤绳》，高高兴兴那一场，就过年的那一场，过年那一场，好不好？好点。但是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特别幸运，也非常幸福，因为我这么多年，这个杨老师一直是我的榜样。你看他一直都是什么乐观、豁达、向上，而且呢，他的这个技艺也非常高超，所以杨老师是我追求的目标。那如果能跟杨老师合唱，是我非常幸运的、幸福的事情。那好，我也是跟这么个漂亮的女儿在一起唱，也非常高兴。已经哭了，已经说哭了，幸福。来，掌声有请两位。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
上成灰了二金边，怕叫东家看见了，揣在怀里四五天。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折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心儿扎起来，扎起来。那今天龙华来到我们这里呢，收到了很多的花。嗯，最后的这一束花究竟是谁送的呢？我只能说它很特别。嗯，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这位送花的神秘嘉宾，有请。你怎么还给姐送花来了？我这真是没有想到，确实很神秘。谢谢顾斌，谢谢。其实呢，给姐送花的念头想了很久。这个花不是我送的，嗯，应该是代表我们栏目组，代表所有好朋友，对，送给姐姐的。因为我们觉得您在我们心里像荷花一样亭亭玉立、纯洁淡雅，谢谢，所以我们希望您永远就是那么好，永远做我们的姐姐，照顾我们。好啊，谢谢，嗯，谢谢。我觉得顾斌说得很好。经常有人这样形容荷花嘛，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其实荷花就是形容一个花之君子。嗯，我觉得也能很好的形容余文华他的性格。其实荷花呢，我还有一个比较，嗯，怎么说呢，很有渊源。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就曾经扮演过荷花仙子。哦，真的？对，我们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上直播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嗯，亚运会的开幕式，当时我就是扮演的荷花仙子，演唱的是仙鹤。哎，亚运会应该是90年，90年，对，大熊猫那个，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哦，是的，当时扮演荷花的仙子就是你啊。对。我们送荷花还有一个寓意，嗯，我们一直在送观众朋友我们的余文华新的一个专辑，没错，就是国学歌唱集。对，其实荷花呢也是经常的出现在传统的文化符号当中。嗯，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来一个小的知识问答，好不好？好，就关于我们余文华的这个国学专辑方面的内容，好吗？我们现场的观众呢可以参与，我们有3个小问题，每一个问题呢会叫一名观众朋友，答对我们有奖送上，而且是大奖，对不对？好啊，太好了。那我们现场的国学知识问答现在开始，
那么第一道题非常的简单，云华你来问好不好？这样吧，那我想呢，选一首《诗经》里一个题，我念几句。好。下边有哪位朋友能够喝得上？我觉得就可以送出一个奖品。喝下句，对，好吗？好，来，知道了，举起手啊，不要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好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哪位观众朋友？第一个举起手的。好，那位男士，后面那位男士，太简单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发音对，也都是对的。对，君子好逑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为我们经常读好逑，对。但是他既然能读出来，说明他对这句诗句是非常有理解的。了解的，对。请问你的窈窕淑女求到了吗？没有，那这样没事，不着急，我们来送一个礼品啊，弥补你。希望你这么有文采的一位青年啊，早日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窈窕淑女，好不好？对，你要相信，多读书，你若精彩，清风自来哈。好，那送给你的也是刚才我们的那个国学歌唱集啊，唱歌国学唱歌集，这是中国节日之记忆。谢谢这位观众朋友。第二个我们奖品就非常不一样了。也是一份大奖，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难度要提高一点。这道题我来出，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吗？好啊。我的题目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学过文学史和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第一时间举起手的那位朋友将获得我们的大奖，请听题。《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请问《诗经》中总共收录了多少首诗篇？好，这是一道数字题。那位男观众，多少首诗篇？多少？305。305首。哇，好，我们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恭喜他答对了。来看看，把礼物拿过来。非常正确。来看看你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看一下，你打开给现场的朋友看一下，好不好？名字是余文华，《中国邮票之记忆》。大家看这个是谁？余文华，这是余文华专门为这个诗歌集呢，我们邮政发行的一套邮票，而且我们看到他采取的是长篇幅的邮票设计，这是在公开发行的，可以说是首次为个人个性打造的一套邮票集。对，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对，非常的古装，是这样，对，淡雅。我想问问这位朋友，你集邮吗？从此开始集邮是吧？那从今天开始呢，你可以说你是第一个拿到这份集邮册的观众朋友，真的是很幸运。好，再一次恭喜你。也希望今后你能用行动支持云华，支持国学，好不好？谢谢。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一道题要送出的奖品啊，那可是相当的精美。送出之前呢，我觉得很有科技感，云华你应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奖品太神秘了，是个这个台式电脑吗？对，它是一部国学机。那这国学机收录的都是《大学》《中庸》《诗经》《礼记》《孟子》，对，都非常收录的非常非常全，大家就可以跟随这个里边的因为导唱或者诵读一样，因为记忆有的时候声音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有的时候这个音乐也是能直通人心的，而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唱，其中呢，我的这个国学的唱歌，国学唱歌集里的作品也在这里边有收录，大家都能点到。就说不仅像电子书一样可以翻阅，对，而且它里面可以诵唱，可以诵唱。哎，我觉得这个送给孩子好像很好。对，尤其是小孩儿，我觉得小孩儿有的时候你要给他放着听，包括《弟子规》、《三字经》，这里面全部都收录到里边了。说了这么多，我真的都想要一台了，送给孩子真的太好了。现场想要的观众朋友，请举手。这么多啊！这么多人想要，看来大家都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当的感兴趣。想要可以，必须答对题，对，行不行？一定要答题。这道题估计得超级难了吧？而且我们要看一下，你们俩认真的看一下，谁是第一个举起手来的观众朋友，好不好？45斤到底有多少页？这一道题是《诗经》的6义，指的是什么？哇！前面这两位最快了。这位女士来到台上来，题听清楚了。应该是风雅颂，六艺哈，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回答正确，太厉害了，
非常获得国学记忆台。这个啊，太厉害了，我真没有想到，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就是六艺，就可能是想不到是《诗经》里的这种赋比兴、冯雅颂，是吧？所以呢，这一台非常恭喜您，这一台国学机属于您的。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想得到这台机器？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太少了，想补，想补课。留给自己的。对。我觉得为这位观众朋友好学的精神，我们得鼓鼓掌，好吗？我们也要向您学习，好不好？非常非常感谢，恭喜您。好，恭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希望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您已经背了好几本书了。谢谢，谢谢。其实你看到了吗，云文华，其实你正在做的事情啊并不孤单。对，是。其实有观众朋友当中有很多人是支持国学的，是，同时也支持你，更支持你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用美好的旋律将这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观众。那接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带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好不好？好啊，那我就把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经》的开篇之首《关雎》送给大家。那在我们的文华姐演唱的之前呢，我们也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文华姐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我们送了很多的花，我想每一种花都可以形容的是你一个阶段，但都不能概括你这完整的艺术生涯，因为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相信在你的艺术花园当中呢，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是，我们最后再把所有的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花样年华的文华姐，祝愿您的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听到更多属于您优秀的作品。来，再次掌声，谢谢，送给她。让我们在文华姐国学歌曲的传唱当中来感受传统文化的芬芳，有请。让我们在文华姐国学歌曲的传唱当中来感受传统文化的芬芳，有请。挑淑女，中国要知。
窈窕淑女，妩媚秋之，琴瑟友之中。